最后要两个两包，没有了。我这边是，我袂来啊。抽奖，抽奖我袂来，我为着要甲这两包卖出去，一定爱甲卖出去，啊，剩这两包尔，两包够两包来无？两包，所以讲你买一包。你刚才看到这支品牌，你嘛就会当买啊。好，最后两个两包，啥物事啊？诶，你若无要吃，我要了钱袂哦。啥物？两包。一包哩，一包哩，凊彩啊，了了，你也不会再等。 有人要食三角裤无？到时我来当冰车，我无想要搁了解啊！你若了解，足无意义个。你若摕这个大冰个来，你了解够有意义？你迄个内底敢无晒一条敢无？来，我来讲啊！你去摕一家一家暴力龙啊！你家迄个龙虾上放甲收起来啦。龙虾上放你家下底顶外顶外有无？我甲下四包者，你莫搁了解啊！这了解无意思啊！你这信用品这好个，摕摕这了解。 啊，无其他只好咯，来龙虾石斑毛片，来走啊！哎，老好，这个好，走。来，你的银耳一片有？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你搞血鱼的行吗？你银耳一片搞短石斑。哎，你看什么？行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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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我就七点半，真正讲没有讲，你有搞什么话没？ 好啊好啊好啊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感谢您，即间我真正要休息啊，我忝，我真感谢您在座的所有人的支持，爱护，谢谢谢谢。我真正无位啊，我真正无位人缀啊，来电话你叫这个电台要处理一下，该你准备处理爱吗？你先集中在你处理爱上面，你先上面。来，我来讲啊，大家走啦，大家走啦，哎，你大家走啦。 你叫我买物件要超过2000块的手表起来啦，2000以上的啦，大家走啦，我送一个，大家交一个朋友的啦，来啊，是的，当面算账，不要过过来，我来讲，我挂这个外袋，手表。后面。阿姐，这包吼做好食的啦，这包当然哦，你若食好食，来讲，姐姐，你有买2000块以上的手表起来啦？来，送互你食，感谢你啊，你是做伙的吗？送伊送伊包，来，这嘛，迄个美女帽，迄个美女。 哇！你今日到龙青以上，差一寡，来这个有，啊，爱放啊，这个叫做啥？我来讲啊，差不多偌济啊，差不多偌济，你嘛足支持我知，点点啊，点点啊，迄个，你嘛点点啊，甲我支持我知。好啦，啊，感谢大家啦，我欲休困啦啦。今日袂安尼，我也真欢喜啊啦，吼，谢谢你们。我本来准备小哥哥，来半斤半路买过来啦，因为食半斤半路，大你买三包啦，我知你也到买三包，你头个。 我讲你加八行去，我知影。我也做是咪？你要买，我讲加八行，我有看啦，三百了，你也收钱啊。因为两百了，哎呀，我讲你嘛。哎，你若唔捌买过，你也无过，连我你也无过。卖啊，我讲你无路啦，你过啦。伊讲你无过，哎，这半斤半路，这做好食，这一包三百，两包六百，我还讲啊，你这当用我先叫一寡饭，叫一寡面啊，这牛肉半斤半吧，即个你讲话，你看下只者，足好食哦，两百。 两包，我咧讲话拢无要插无啊，一包够你两包诶，这半斤半路，这用我收牛吧，这两包，你甲讲，逐组来，你逐组来，你买那真正两百块俩，最后一条你还有几无啊？收我只，无，半斤半路诶，牛肉牛肉火锅，最后一包一包，啥物啊？没有，我诶，用我收尔，叫一包，右边没有一包，我免落啊。 我哩，我袂一生气，足欢喜的，啊，你佫袂一生气，真正是高兴。是啊，咱足欢喜的，吼、哦，今仔咱含万变用送，含万都甲变好爽。你去听滚就好啊啦。听滚，听滚，听滚，我拖车，车袂起来。你用就好啊，你只只，你用家己用，爱放来，爱放伫咧车内，伫咧车，用就滚。你去处理爱放来好啊。啊，姊，你敢带一只？ 我甲你问一个足清楚清的问题好无？今仔拜几？我拜二拢会遮，你一定爱记哩哦，拜二哦，一包送。我拜二拢会遮，你一定爱来哦，送你。好，谢谢，感谢你。今仔日就拢有够。好啦，安尼好啊啦。今仔日做完半日啊啦，金龙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，好啦，剩14收啦，OK啦，大哥，感谢。
迄个大嘛是拢点点啊，甲咱支持，即拢甲咱足支持的，真正足感谢恁的。谢谢啊，美女，也感谢恁的支持。哎，像我你去倒皮紧的，你去倒看看过。无紧话，你倒三工，哎，无紧大，我休困啊。我定看过，有当。伊这个有扣起来。无哭呢？今下咱我无甲你哭，可能今仔伊拄仔作伴，伊拄仔哭，伊拄仔咧出背，伊拄仔过来去处理你的，然后变来作伴。有吗？那我走了哦。谢谢啊。谢谢。嘉欣，三四啊。三四啊，三四。大家好。大你买啥物？你甲我讲啊。你买啥？你甲我讲，毛病。你买门框啊？我伊谈要给我。只要三四百块的，我投来看到，我会当相信你。我紧啦，我无要卖你安尼啦，二十五啊，我看二啊，我会留。这袂当冰哦，这袂当冰哦。画面差很多吗？你到底卖看到几头了？是老板变帅的吗？你下三四个，咱无紧啊卖冰啊。二十五了，阿啦。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要开启小铃铛哦。好多有。我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的活动。小春晚上好。我们现在有抽，谢谢志平。我们现在有抽红利买菜金的活动，活动到9月24号。消费金额满1890元就直接免运哦，就是全款。消费金额买满1890元就直接免运，然后还享有抽奖的资格哦。总奖金高达115000元的红利买菜金要回馈给大家，总共会抽出1000块买菜金70位，1500块买菜金20位，5000块买菜金3位。然后我们的奖项啊会统一在9月27号抽出来，公布在我们的脸书粉丝专页，还有我们的官网。然后买菜金的部分呢、啊，就是中奖的得奖者，他那个红利买菜金会直接汇入到你的官网的会员中心里面，就可以就是可以直接做折抵哦。然后他会就是有一点大家要注意一下，就是红利买菜金它有一个期限，就是10月1号到11月30号。然后一定要在这个期限内使用完毕，不然如果过了11月30号会直接归零哦，这点大家要注意一下。然后我们红利买菜金的部分是可以全额做折抵的，意思就是说你买满1000元，然后你抽到1000块，你买满1000就可以直接用，就是全额折抵哦，没有就是不需要满额才能折抵。然后我们另一个活动啊是全馆满额赠，买满2000就送骰子牛一包，买满2500就送鳗鱼一尾，买满3500就送花枝一只，然后如果买满5000的话再送阿红丝油鸡腿一只哦。以上通通都是可以累赠的，意思就是说啊，你只要买满5000，上面4种好礼都可以一次拥有哦。但是呢，老板也有考虑到有些人客他们就是不吃牛啊，不吃牛的客人，所以不吃牛的客人呢、啊，可以在备注栏备注一下，就说哦，你要改成你不吃牛，你要改送嫩煎鸡腿排，他就会帮你换成嫩煎鸡腿排哦。但是一定要注意的就是，一定要记得备注，没有备注的话，他们就是会以骰子牛出货哦，这点大家要注意一下。那我们今天就是活动的部分就是到这边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也感谢特地来现场支持的人客们。那我们明天见哦，大家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跟开启小铃铛。那大家拜拜。